荒唐空军连搞外遇玩睡衣派对。这是去年圣诞夜留守空军台东之本防空飞弹连的丁姓连长喝醉与辣妹玩亲亲的照片，同行的两名士官长在睡衣派对辣妹簇拥下开心合影，另一名士官身旁就站着两名低胸弯腰挤乳沟的辣妹。当晚连长带头请假，带五名士官到酒吧参加派对饮酒，还与辣妹亲吻搂抱，彻夜狂欢后才带醉返回营区。同一连另一名已婚中性士官则大搞外遇，还自拍与外遇对象激情舌吻，他常向同袍炫耀把妹能力过人，常与不同对象幽会。三年前认识照片中女子，暗中交往，他妻子常找不到人，地下情才曝光。同一连两起违纪事件让空军司令部震怒，对搞外遇的中性士官记过一次处分，至于六名参加睡衣派对的军人各记一大过，并依违反战备留守规定移送东部军检署侦办。整个军方军法跟军纪教育跟两性教育是很失败的啦，整个国防经济出包连连哦，官不像官，那兵不像兵哦。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国军都要崩溃。动新闻综合报道。